小吉，小哥哥，你准备好没有啊？我还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嘛。哎，没事的，你要放轻松嘛，就是你做的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只要决定做了，就认真的去做，迈出了第一步，后面慢慢就会好的。好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哎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好。哇，每天要捡两三个，每天要捡三个、十个，哦，还有晓得别出去收，别出去收的收落了，我就给捡落去。奶奶，你这个平时拿在街上去卖不？我们都卖，卖要卖20块。卖20块哦。啊？你拿在街上去卖，你坐车子还是走路啊？哦，我一直就是喊你车子烂头的走路的，我天天都走路。哦，走路哦。啊，天早要走一个半小时，走得好哦。走一个半小时啊？啊。几个老姐子一路？几个一路？哦，再见。有伴儿，几个人一路噶？嗯。现在慢慢走，走上那个5点、10点半，他们走，走上那个5点钟就上量了，比较窄一点。还是远了，走一个两个小时，还是远了。走得快要不了，走了一个多小时就跑了。一个多小时啊、哦！你好多岁了，奶奶？啊？我说你好多岁了，还能走一个多小时，走到街上去卖东西？80路了。哦，80路啊！啊，快点了，还有一个月就高手，高手，奶奶。一共有40个，总共有40个。哦。那你给我算一下，给算一下，40个的话，它是1.6块，16块钱10个嘛，16块钱十个的话，40个的话是64块钱吧？啊，64块钱的那个，来来来，64，啊，60是40块，哎，没事，不用补了，奶奶，你拿进去买点吃的就行了。我也不买，我有东西也行，要么要不得。啊，那我要不得，没得事，奶奶。补你，我有钱补你。你不补我，然后你拿到钱，你拿钱去，买点水果那些吃就够了，我也没得啥子给你带啥子。你老没人找了，我好久看不出来。没得事，奶奶。就是你以后有啥子啊那些，你就不用背到街上那么远的地方去了。你看你的鸡喂的都是苞谷面。都是很好的，然后鸡蛋也是很好的正宗的土鸡蛋，你拿到街上去卖，你走路比较远。我们本来也卖过。你就到时候你就跟我联系，我来帮你收就要得了哈。你有啥子土鸡要卖呀、啊？然后你说你还有苦笋是吧？苦笋啊，还有鸡蛋啊。我没有好多，有回去我那个20、20、20、20，你记得联系我嘛，到时候我来帮你收噻。要得嘛，你晓得说我在做这个事情嘛，我在这儿山上到处跑，在这儿收山货，你们有啥子好的东西都可以卖给我，帮你们卖出去。啊，奶奶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谢谢了，奶奶。没得事，没得事。我已经给你挖了绳子，等一下。不用，哥哥你不用挖，不用。直接捏绳子，哎呀。麻烦的很，这样大哥说要给我们挖点笋子，你看这里的话是我们这边自己的笋子。看多新鲜的笋子，太热情了。要得，你有啥子要卖的你以后就联系我哈，我来帮你收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奶奶。以后有两个小花姐。好，要得。好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走吧，小姐。走吧。是不是这个事情，只要迈出来去做的话，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？对的，只要走出第一步的话，慢慢的后面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顺畅的。对的，没事，加油嘛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回去煮这个给你吃哦。嗯，好的。